当着父母的面致令暴乳约会神秘男。谢谢紫菱姐姐送的圣诞礼物，但这个礼物不是给观众的。她24号呢，被读者爆料在金华酒店内的高档牛排餐厅用餐，席间有家人，还有一名神秘男子。读者形容他和神秘男互动亲密。记者赶赴现场等候呢，先看到哥哥志宏推着坐轮椅的高龄奶奶率先步出餐厅，志玲则挽着爸妈的手，一家人感情超好的，嘿嘿，就等我们的男主角了。没有外人啊。神秘男子错开离开的时间，顺利躲过咱们的法眼。不过神秘男和暴乳志玲一家用餐呢，这关系也太好了吧。这是相亲场合还是已经交往 ING 啦？志玲回应只是朋友，不要写错哦。娱乐动新闻，朋友的眼福好好哦，拜拜。